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了。你个臭流氓，占我便宜，你想死想死！这么巧啊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像你这种钻石王老五，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？就好女流氓这一把。哇啊！脸红了。我喝多了。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有说过我要跟你在一起吗？季小璐只能是我年轻的女人。年轻，你会骗我吗？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。只要咱们俩强强联手，整个东南亚咱都给他玩转了。以后严总还要做担当。李严谨现在是1231杀人案的首要嫌疑人，杀人凶器你们找到了吗？证据可能会作假，但人性不会。整个剧本都写好了。